马上就要见爸妈了，你想好怎么介绍自己了？叔叔阿姨，之前不早就见过了吗？你现在可是女朋友了，那万一他们要是追问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，总不能说我是凭空出现在你家的吧？那我怎么解释啊？ 这个剧情放在我那个年代，还算新鲜。要不你还是转行吧，江阿姨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怎么办事？我想来想去。 都觉得你来的那天，在我家遇到你，这是最美好的开始。一个月黑风高、雷电交加的夜晚，你突然从天而降，虽然有点惊悚，但是不管我们的相遇变得有多么的浪漫，我觉得。 都不及真实的一半好。你又来这招？啊？假意亲我，等我准备好又嘲笑我。我这次是真的想。你这就是欲擒故纵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。哎。 阿言，我刚才真的想亲你，我发誓。你走开，甘蔗男。